mais c'est un... <音>大家好，我叫林北星。你是张万森？嗯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另一个我。张万森，我们以前认识吗？ 那段时间，一直都是他在你身后，默默的守护着你，为你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为什么每一次都要不顾一切的去救我呢？你觉得这样我就会感动吗？你觉得这样我会为你不顾一切吗？有没有？ 如果必须要牺牲，那么这一次就换我来吧。什么都不要怕，我想的什么都知道。北京，我喜欢你。如果有个机会，我只是想再见他一面，看他一眼。 你没事，你没事太好了。你认识我？我们认识很久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。